非常感谢，我来自上海，上海沪剧的演员，沪剧呢是我们上海的地方戏，那我是在舞台上为大家见面服务的，那么也是第一次，通过电影能够获得此项荣誉，感到万分的荣幸，能够通过电影，通过舞台艺术，通过艺术和大家来交流，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，所以。 获得此荣幸，非常感谢，感谢组委会给予我的支持和厚爱，感谢谢谢。今年是中美电影节第15届，那在第15届上，我能来到这个中美电影节上，拿到了这个奖，很感谢，很感谢。作为一个文化大使。 我觉得我们更加要担负起这个中华文化走出国门，让更多人来了解的这么一个使命和职责，所以，获得此项荣誉，会更加对自己要有要求，希望自己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，感谢，感谢电影节组委会给予我的这份荣誉，谢谢。